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明啊。前一段时间呢，因为身体不是很舒适嘛，所以也就暂停了小红书的更新。那现在好了很多之后，想说继续把我的好物分享给大家。躺在床上的时候并没有歇下，一直在搜集和买好的东西。那今天呢，有一个很好的推荐要推荐给大家，真的是非常良心的推荐，因为我个人觉得是非常非常适合我们家现在的情况的，就是这个 Lacoste 的这个内衣的洗衣液，它中文名叫战家。我为什么要买一个内衣洗衣液？一开始是因为到夏天了，那会变得比较热，那我其实在家里比较喜欢穿这种凉爽的丝质的这个睡衣，但是你知道睡衣它洗的这个次数是很多，如果是要保养比较高级的衣物的这个面料的洗衣液其实是很重要的。那然后我当时就去搜集了一圈，然后就发现了这个 Lacoste。它第一个非常吸引我，它是可以完成一个非常好的清洗的这个力度，手洗只要拿个盆浸泡在那里浸一浸，然后洗一洗，非常非常好用的，拿出来就亮丽如新，非常的方便。也是有写说没有很严重的这个化学物质的，然后包括它上面会写说对那个地球和对人类都友好这样子，就它写的是英文哦，我翻出来有点奇怪。然后它的这个里面的成分也是植物提取精华，对人的皮肤更自然一点，是这样子。那它除了像我刚刚说的它是植物提取物啊，然后就是非常亲肤，然后非常的自然以外，那它一定就是因为它是个洗衣液嘛，我们对它是要有这个洗衣液要求的，所以它也是 99.9% 抑菌，然后高活性的蛋白酶，是它上面写着新西兰湿疹协会推荐。因为我如果买一个家用的洗衣液，我现在肯定是要考虑到小孩，考虑到家里其他人，我们家宝宝，因为森森呢，他是怎么说，现在暂时还没有出现严重的湿疹，所以就是先预防。那 Mario 他其实我之前的视频也有提过嘛，比如说他要洗什么东西，我就会用这个给他浸在水盆里面，然后再拿出来手洗。但他的衣物其实相对比较简单，就是内衣裤啊、T 恤啊什么的，那洗起来也是很方便的。所以就是我在找了这么多洗衣液之后，我第一个先看到就是他湿疹协会推荐，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，就我觉得我一定要买这个洗衣液。就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木质啊，那个就是树叶和树的这个香味，我会觉得比较容易放松一点。有松针精油的提取物，所以它是在这里 Pine Tree Oil， 就很清新的木质的香味，它不会觉得就是说特别的明显，就是一经过就哇身上就是有很强的香味，就不是这样子的。我就是因为买这个内衣的洗衣液，然后同时发现他们家有其他的东西，我就顺手一起买了这个精油的留香珠。就是很可爱，因为我一开始就觉得哇好可爱，就反正家里就洗比较大件的东西，我觉得是要有一点留香珠，就是让这个家整个都香喷喷的感觉，所以我就买了它三瓶的味道来试一试。然后这个呢是玫瑰味的，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兔子。然后这边是沉香味的，哇，他们家的包装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可爱，就是很有家庭温暖的那种感觉。然后这一个这上面画了一个小鹿，它是檀木的香味，像客厅什么的，比如说什么枕那种靠垫的套药洗，我可能就会用这个花香的，然后比较适合就是有客人来，而且因为一般客厅嘛，就是在的人也比较多，所以如果是花香的话也不会那么容易的就是被忽略，然后但是它闻到也不会说是特别特别的香。而且他们家的这个留香珠是持久留香的，我可以拿出来给你们看看，就是很可爱的，就是在洗衣机里你洗的时候，你就直接把这个珠珠倒进去就行了，是不是很简单？超级可爱，清新，而且它的香味是非常的高级的香味。我个人因为怀孕了之后嘛，对香味的要求更加的高了一点。好的，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啦，真的是非常非常实用的一个推荐。